我们排第一档啊。哦，我看到天上飞碟啊，飞碟在这样在转，飞碟啊，在这样转，这样转。这就是你的逆时针，让头顶上看的话，逆时针在转，飞碟在转，一个两个，飞碟在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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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看那个飞碟在转了，是在天上转，我们人从地上看上去的话是逆时针方向在转。在转，飞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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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转。刚开始我看到是喜马拉雅山，喜马拉雅山，喜马拉雅山。现在我就看到那个太平洋了，在太平洋上面转了，在太平洋上面转了。刚才还在喜马拉雅山那上面转，又快到了那个太平洋上面转了，转了。你现在到了北美洲了，到了北美洲了。哦，北美洲了，现在在飞啊，穿过大西洋啊，穿过大西洋啊，到了英国上空了，到了英国上空了，到英国上空了。哎呀，我知道收获了，几乎每年年来啊，我几乎知道收获了，几乎年年来啊，年年来啊。不是英国有个叫格林威治天文台吗？格林威治天文台吗？对呀、啊，你既然是那个世界上的那个、最有名天文台的话，我们应该经常拜访拜访你们才行啊。所以啊，就是冲着你们的格林威治天文台在这里啊。所以啊，我想传递信息给你啊，因为格林威治天文台嘛，所以啊。我就隔三差五的来到你那个格林威治天文台附近了，格林威治天文台啊。但是那个格林威治天文台啊，他说一天24小时啊，那我告诉你，不到24小时，一天呢没有24小时，一天呢没有24小时了，就差了几秒钟啊，一天呢没有24小时，所以我要跑来告诉你啊。一天不到24小时，你们地球是搞错了。一天24小时啊，搞错了。一天24小时搞错了。一天24小时搞错了，你们搞错了。一天哪来24小时啊？只有一天只有23个小时啊，23小时58分。59秒，23小时，58分，59秒，一天没有24小时啊，一天只有23分23个小时，58分，59秒啊，不到24小时啊，不到24小时啊，你们搞错了。不到24小时啊，所以啊，我就跑到格林威治天文台附近呐、转给你看呐、要让你引起你的注意啊，引起你的注意啊，就是你们时间有搞了有个差错啊，有个误差，时间呐、有个差错啊，时间有个差错啊。我也努力了，你知道吧？但是你看，我是逆时针方向转的，我把你那个顺时针方向转的，顺时针方向转的，我想办法的让地球转快一点，我想办法让地球转快一点，我想办法让地球转快一点的，能够让转快一点的，对呀、我想办法让地球转快一点的。我希望它成为那个，就这个24小时整啊，
我也是来为你们地区服务啊，那你们怎么能24小时呢？像那个让他赚快点了，别那24小时整了，那地铁成本24小时整了。我们经过一年的努力啊，经过一年努力啊，经过了一年努力啊，我们看看还是23分，23、58、59，哎，无可救药了。我们已经尽过努力了，我们已经尽过努力，帮过你们忙，实在调不过来。你们呐，格林威治天文台啊，格林威治天文台啊，你们把时间自己把时间调一下子。我们把那个想把你调那个时间没办法调啊，没办法调啊，所以啊，没办法调啊，没办法调啊，只有你们自己调啊，只有你们自己调啊。只有你们自己调时间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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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自己调时间了。这个圈表示100年啊，这个圈是100年啊，这个圈是100年。这个圈表示100年啊，这个圈表示100年啊，100年啊。你把那个误差，你现在有这个误差，如果你这个误差存在的话，你这个不好算的，你不好算，100年调一下子，你每100年调一下子，你把100年每100年调一下子，你把每100年调一下子，你100年调一下子，你每100年调一下子，每100年调一下子，不然的话我们登录你们这边从时间对不上了，因为我是常客，我经常来的。我经常来呀，经常来，从你们时间我也算了半天才算不清楚啊。所以啊，你每100年调一下子，你100年调一下子，你每100年调一下子，100年调一下子，你每100年调一下子，你不用算，你听我的，每100年调一下子，每100年调一下子，这个是100年调一下子啊。第二条轨道是10年，然后每10年调一下子，每10年调一下子。第二条线呢，表示每个10年调一下子，每10年调一下子，每10年调一下子。第三条啊，每年调一下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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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记录下来呀，你把它记录下，每年调一下子，每年调一下子，每年调一下子。每年调一下子，每年调一下子，每年调一下子，然后接下来啊，每个月调一下子，你这样记录吗？每个月调一下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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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每个月调一下子。每个月啊，每个月调一下子，然后每日调一下子，每日调一下子，每日调一下子，10年呢，每年呢，每月，每日调一下子，把每日调一下子，每日调一下子啊，每日调一下子啊，每日调一下子啊，现在我答案告诉给你啊，每日调一下子。你这个24小时嘛，24嘛，你算一下，这个要动脑筋算的，1分呢，1秒啊，对呀，这里呀，1分呢，对呀，你们那个算出来没有？差1分1秒啊，1分1秒啊。对，差1分1秒，一天差1分1秒吧。对，你一天差1分1秒，一天呐、啊，你那个时间都差了，一天差1分1秒，一天就差了1分钟1秒，1分1秒，
一天掏一分一秒，把它加进去一分一秒，30天呢，一个月啊，就差了那个30天30秒，30分30秒，一个月嘛，一年吧，你累一下子嘛，10年100年累一下子嘛，累一下子嘛，累一下子嘛，累好的时候你在哪一天时间你重播一下子嘛。你回拨一下子嘛，你把时间拨一下子嘛，你把时间拨一下子重开始嘛，拨一下子重开始。拨一下重新开始。你拨一下重新开始。你拨一下重新开始嘛。拨一下重新开始嘛。你拨一下重新开始嘛，你这样嘛。你从2000年开始记啊，你从2000年的0分0秒啊，你从那个时候，把它清零吧，你清零吧，你把那个2000年的时候，你把它清零了，你把它清零，把那个误差清掉，清零了，对呀。你把那纸清零吧，这样我下次来的时候我就分得清了嘛。你不然的话，你跑来我总是那个要倒时差呀。我每次都在跑来要倒时差，只要我每次都在跑来倒时差，你搞得我还会出事故啊，你知道吧？就那个时间对应不上也会出事故的，那个时间对应不上也会出事故的，知道吧？你从隔离位置天文台走起，你那个时间不对，你从那隔离位置天文台走起，对呀，那我走了啊，我走了，你下次来的时候，我希望你把那个时间调好啊，你把时间调好了，现在我已经又到了北美洲了，然后穿过太平洋了，然后到了喜马拉雅山了，我走了啊，我走了。我已经走了，我已经走了，我已经走了。已经走了。不要搞得我晕乎乎，已经走了。